823，828，他继承823炮战的那个经验活动。哇，两只迷你，天啊！也太尴尬了吧！飞机、啊，一开始，然后跟人家讲说你有讲错，他还不承认。那当然，他讲了什么都没有，他讲了都不承认，好不好？他没有一个承认的。谁说我要开庭？最后，最后是到最后，最后是他回去的时候开直播说他说错，又没有哎、欸。哎、欸，我没有了，我也没有了。就是你们都在吸我的阳气，都没有什么鬼啦，就没有哈。江江有啊，我没有。好了，江江。把江江开，妈的。啊，好懒哦、喔，这样子啊。来了，看不到你，你又在楼下，可恶的王八蛋！楼上有漂亮姐姐，你不上来？不要。他喜欢 eyeball， 还是他喜欢告示牌？我喜欢告示牌。他喜欢不知。什么85差太多了啦，差什么差太多？刚聊什么差太多？823，228跟823吧。对啊，就823炮战和一个228。我今天看新闻看到的，他看22823。环纳in北京，环纳in北京，咪咪，狗毛，咪咪，你在等什么？我被开红了啊？为什么？哦，你被丢包了，导游。啊！被丢包是丢去哪里啊？矿吧。哦，真好。然后旁边就一只雷儿。又有票又可以挖矿。怎么赚呢、啊？那我来抓这个。陆续上钩了。我要上钩陆续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我也没有。本人没有是吧？可是我有一颗痛蜘蛛。暴尸达人，你接，你接，你就跑过去了。啊！我接，没事。你什么声音突然变小声了、啊？生产外观，好好哦。吃个玉神签。嗯。开始玉神签了吗？啊？我
还有人参卷。御神仙一定要吃参卷啊。对啊。可那不是。哦。我看看，因为我看他用参卷。他是写说任务报酬给的道具数量变。那就看你会不会一次到两。哎呀，是写二，他不是一张一张。他会得到很多企鹅票。对。你是说哪里？企鹅票五张。左换文武慢。竟然拿枪在打企鹅，他打不死，我没有受伤的感觉。有啊 ，P 二十啊，我刚好 P 十一只。哎，我拿通一，咪咪、啊，干嘛？没有，有哎、欸，没有，一张。我已经连续这几场五场还六场了，没事啊，你温泉金猴也是，温泉金猴是八场哎、欸，还没突破，还没突破，当我国父是不是、啊？当我塑胶，塑胶，一定是斩吉普的问题，我把它换掉，好换。可是斩吉普有两个三指洞哎，很棒！我要换什么武器才有洞？脑洞。ごきげんよう。中国当局认定维密公司游戏内容违法。对啊，御神仙吃的也没有用、欸、什么蓝御神仙，几率问题吧？我知道是几率问题啊。他说有没有加倍带其他东西身上？比如说企鹅票或者什么？刚刚不刷了。哎、欸、哦，接了是？接了。连接差不多 OK 了。靠！我操嘞！可是，我觉得这个任务版就蛮……啊？版这任务好像跟其他任务比起来稍微慢了一点，不知道为什么。什么任务版？不知道是不是错觉？啊，不然的。等下去看拔草有没有比较快啊？一定是拔草跟这个二选一啊，四个人感觉是這個快一點。我打餐券啊，好啊，我也缺餐券可以啦。就觉得中分哥很可怜啊，白痴哦，我为什么拿望远镜啊？啊！还敢看啊？望远镜，看一下嘛。跳下来的瞬间，直接拿起望远镜来看。望远镜。什么金啊？玻璃异形云大金。
面有一个怪人，穿着黑色衣服。没有，一张。哇，这个任务才20秒哎、欸，算快了吧？很快啊，比那个拔草快啊。对啊。传这套去看。所以要这个还是餐券？草莓。那就餐券啊，来啊。棒棒棒棒！你为什么要当我的野猫？棒棒棒棒！你为什么要当我的野猫？木木木！木木木木木！木木木木木木！挂了。爸爸，妈妈，开始预知了。等一下哦，可怜。打个下位要配那么久啊？对啊，真的快了。不行啊，我看桌子，我要看很。我是太想要拉屎，所以在看哪一个比较痛。关于船，你不知道十件事情，看一下。船。麦块的冷知识吧，看一下。麦块有你不知道的知识，很多啊。要不人就是要不断的学习。下面一位，你们两个好了没？还没。快！节操都好了。他一脸懵啊！又关我什么事？又我了，又我了，又我。夏威拿到 SP 吗？我想知道这件事情。不是任何都有吗？我不知道哎、欸。看啊，如果等一下我们四个人都没有的话，再回去啊，回去打气了。这什么烂冷知识啊？那标题就是麦块关于船十件你不知道的事。所以冷，然后嘞？没有啊，前面两件我都知道啊。那第二件就是你的脚要碰到水，你才能解锁船的配方。哈，我知道啊。哦，好了好了。我都打完一场出来了。
这个就是啊，还有地图是不用 load， 是你们两个喽。咪咪啊，剩他、嗯、没有我啊，我在吃饭。他没吃饭，这种就不用吃。力量大是不是啊？攻击力，我也是吃攻击大、啊。哇，好，老师他没吃饭，我没吃啊，我没吃，不是。那时候就是拿的雷狼龙的那个散弹劈那个大凶彩龙三发，他死啊！超可怜啊！要穿普通的。我会不会一进去就桃花完成？然后合力鬼人要大。欸、你挡住我的道具栏了，我看不到我的道具栏。哎呀，恰恰死的！六九，哎呀，六九，怎样？拿刀的，这个武器拿刀也太蠢，没把武器，开刀，是这搞啊？这是我拿刀。你看我那刀，超好笑！那刀也太准了吧！耶！你耶什么？不下去了。哎、欸，飞走了。而且我觉得十字镐的看起来打的比一般的刀还痛。拿刀。不愧是十字镐。哦，这个很适合敲地板呢、欸。这个怎么不做一个大锤呀、啊？我应该要钻石剑的模组啊。见证奇迹的时刻，没有，三张参卷，我有三张，好，看来还是再打一场试试看，说不定因为我们刚好我们都没有拿到、啊，这次我要拿稿子。拿稿子可能会影响我对那个后面没了，后面断了。我说影响我对太刀的使用的这个是提升吗？是提升对使用太刀的欲望。稿子太棒了，是会提升好感度还是不会？不是提升，就是觉得好像哪里怪怪的。不会啊，那我试试看。承接任务。那我这是哪几个？开会了？你们说一点开会吗？有人拿棒子。为什么我看你后面那种辫子啊？
你说谁？红色衣服的那一位。有啊，我啊，我有辫子啊。为什么你有辫子啊？头啊，头啊，头是辫子啊。哎、欸，哦，哦，我是白色白痴哦，想说你怎么比较黑。白色的真的吗？哎呀，难得是大面积的改色哎。节操都好了。等一下。哦，谁啦？哦哟，我好像没有吃饭，等一下再吼。哦哟，谁啦？一秒。谢我还在那边狂按那个，狂按确定，赶快跳出来。哎、欸，怎么做了？我拿火鸡腿。我刚刚说的拿鸡腿哈。我一个默默吃到猫毛了。猫的猫毛大。猫的猫毛还是猫的猫毛长？加油！我拿稿子之后好像变得不会玩了、啊，怎么会这样？对呀、啊，我就是就是有一种这种感觉啊！我觉得拿这把感觉变得要很近打哎、欸。你摆太多石头了吧？哎、欸，太远了，死了。很可怜，那身上一定孔很多，打下去都不是刀伤，都是那个被插。挖矿，挖矿。那就只能这样看啦、啊，你。喝，喝，然后就。还以为是木墙物。哎、欸，好像是这台 FG， 你把衣装拔掉。什么衣装？你的衣装拔掉，你的衣装拔掉，好像是这个会倒哎、欸，这个最后一下、oh. 不管有没有耐冲都会倒。应该是这个啊，在大地之锤的最后一下。哦、oh, ，那有可能，因为我最常用的是这个而已啊。对啊，好像没有衣装，哎、欸，不是没有耐冲的话一定。前面就会倒了，可是有耐冲，后面这一下才会倒。太好笑，刚刚好恐怖哦！哎，难怪我觉得哪里怪啊，有马尾又有两很长的辫子，没有，没有，那就是五个餐券耶。加油！好啦，欺负企鹅啦！看来只能拔草测风向。拔草。ごきげんよう。Monster， 胖一企鹅。熊猫。还有什么姿势啊？看一下其他颜色。到有路西欧的，来看一下。哇哦！刚刚
是恶龙咆叫。我是喜欢预设的这个颜色。啊？我说起跑，我还是喜欢预设的那个红色。黑色的好黑哦，你看。也不错啊。现在开台看起别人的影片了。Oh my god, that guy！ 哎，你不打了吗？啊，我在用猫咪啊。哦。我大概又睡死了。大概只有妈的偷懒！哎呦，谁啦？谁偷懒？哎呀，贪吃尾鱼！你直接往我来吃海苔，直接抓到了！哇哦，解剖护士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可以叫秀去拔一下草做龙人耳朵，哎，有广域全开加护，爸，有龙那个龙袍的吸尘器，现在有吗？我不讲话的，嗯，你不讲话就没了。不过现在还是会有一断断续续的。
又妞妞回来了，又又是结束还是刚开始？刚开始，又去挖矿了，你们两个。哎、欸欸，我看 HTT 也是被那个、欸，也是跌倒、欸，之前不是都是看另外一个人会站得好。对，可是这样抓起来就是没有那个了嘛，掉落物。应该有吧，应该是哎、欸、我没有结石，结石，靠，这是。我觉得打巨魔好像出的几率比较高。反正活动还久，只是强迫症。好啦，我想先关台了。然后五点叫你们去看我的影片。叫他们啊，不是你们。啊，惩戒任务是不是？参加。哎，我操！我操嘞，对吧、啊？我操啦！好啦，今天先到这边，因为要想睡觉了。我想一下哦，昨天两点睡，早上七点起来，五小时，对啊，差不多每次晚上都睡个五小时，然后就是下午去躺一下一个小时，所以一天睡六小时左右。好啦，等一下五点有新剪好的影片，所以可以去看看。那晚点七点一样 ，FB 再跟大家见面啦。那先到这边啦，我要去休息咯，晚安，拜拜，拜拜。